2020年的7月发起的喜县林路的公益坪，我们要来关怀流浪动物。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呢？源自于在半年前我听到了一个在协助流浪动物的当当，他的一些故事真的让我很感动，所以呢有了这一次的计划。他对于流浪动物是如何协助、如何照顾的，我们今天在这集的影片会来跟大家一起来看看流浪动物的日常。做完生死的时候去麦当劳吃宵夜，然后他就出现在那边。我说过，就是他看起来有奸恶，以为他结扎了，就是他少掉一脚，也不知道是真的被人家剪掉还是受伤的关系。后来才发现说他有在生小猫，有刚好在喂奶这样子，对。然后他生病很严重，很可怜，他那时候才临时掉了这样子，还蛮乖的。特色就是这样，只要这样抱着就不会再动了。那当时怎么来的？当时哦，是我们就是住同一层的邻居，他在火车站捡到的。然后他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也不是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有碰到奶猫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可能要看母猫有没有在附近，他们可能在搬家，不要一看到就捡走，可能母猫也找不到他。那奶猫死亡率非常高，所以可能可以在原地先观察一下。那至少要3到4小时，如果母猫真的没有回来，你再协助它这样子。对，它那时候其实全身溃伤，已经快死掉了，而且它那时候才是刚出生第一天。那如何判别它刚出生？其实就可以带去动物医院这样子。它那时候期待很高，对。然后像它的那个嘴巴也是有点缺角，有点像人家做的兔唇那样，因为他当时那边就是已经溃烂了，所以整块肉掉了，也不会再长出来。然后他快那时候当时已经快不行了，希望他大大好转，所以叫他大好。大好。对，大好。妈。你说他现在2岁了。快2岁了。所以就2年的意思。对对对对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借我们拍一下。他就是在吃每日酵素的那只猫。